说到还没有把这个充电器插到后面，后面是一个洞可以插而已，所以不会插错。然后这个mouse哈，这个地方要打开，这边好，这要打开，这才会有那个东西。打开以后，你看这个现在这样对不对？这现在就是触控萤幕，触控萤幕现在你看这个，好，就开始。 开始这个的话，你可以一的就从这边输入7823，那就进去了。然后现在的触控萤幕最主要就是 Windows 8， 就是最主要就是说可以这样，好像手机一样，然后 iPad 可以这样触控萤幕这样，然后。 这个 Windows 8这个哈，这个 Windows 这个就可以在那个你的 application 跟你的东西动来动去。啊，如果你很怀念以前的那个界面的话，你用两只手按，这个就是以前的那个界面，就跟你以前界面一样，按一下这个又回来。给我再重来一次。